陆丰曾30多次执行卧底任务，记得有一次他为了卧底侦查只用了10天的时间就减重了25斤。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嘛，身上基本上都是又脏又臭，晚上呢睡得也都很踏实。小子，小队长，别动，上面的我动。警察别动，来了来了，警察。站住！站住！毒贩都是不要命的那种，抓捕的时候经常出现反抗的情况，有些是持枪毒贩，有些毒贩还会驾车向我们冲来。经常看见他身上会出现一些伤疤，心里面吧依旧还是挺担心的。在一次抓捕中，我被患有艾滋病的毒贩咬住手臂，审讯的时候他说了，你要是警察敢来抓，他就带你一起上路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天天跟毒贩打交道，常年出差和熬夜加班，其实还是很愧对家人的。他的这个工作虽然很危险，但也可以说是在拯救更多的家庭。我就希望他和他的战友们每次出任务嘛，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我希望我们的付出能够换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，那就值得了。